这是我常年佩戴的短剑，送给你。你能不能不走？那不走，初见的画面，哪怕是岁月，你不走，我还能留下什么？方玉，你已经动了情，我不能不走。这人世间，你还有留恋吗？这一生，我爱过人，被人爱过，足以。师父年轻时，曾在天都占据。好奇打听师父在天都的经历，但他却总是讳莫如深。他耗尽心力，只用术法将20岁之前对方月的情感全部附在了何守月身上，永远守护方月。陛下在想什么？在想一个见不到的人。为什么要骗我？我剩下的时间也不多了。如果你后悔了，不如现在就杀了我。我们一起离开天都，闯出去，我陪你。好。那你就陪我一起死。来时我想要做一轮圆，那我就还做何守月。一直守着你。若是没有你，我苟延残喘。